大家好，今天我们炒一盘草头。草头的季节啊，蛮长的，一般从10月开始，差不多要到农历新年这样子。草头要挑这种大叶瓣的，大叶瓣短梗的，买回家来就这样一捧一捧的挑，去掉黄叶子，去掉草草，然后清洗干净就可以炒了。炒草头一定要大火大油，它很吃油。再要就是准备一些高粱酒，也就是白酒。油热下草头，等草头稍稍一干瘪，喷一些白酒，盖上锅盖，几秒钟就可以。掀开锅盖，加盐，少许糖，拌匀，就准备起锅了。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再见。